量在五个特殊进球小技巧，不建议使用。青铜目标球在袋口，直接打太简单，瞄这里，一库两库三库打进，潇洒走人。白银这颗黑球打中袋被阻挡住了，瞄准最薄边大力击打，就能改变黑球的分离线路，顺利打进中袋。黄金白球被多球阻挡，直接跳球很难跳出来，此时可以对着库边击打中高杆，就能轻轻松松越过球堆将球打进。钻石这颗球直接薄球打不进，可以用右塞击打这个方向，白球就会在第二库后折回将黑球打进。王者这个球直接弧线太简单了，这杆应该哎算了算了不说了，看看就好了啊。下课。